市长想要问一下，这个陈时中他说他自己的民调并没有落后，他现在在一二名，而且是误差范围内，而且他昨天是说如果自己不是红的话，就不用怕别人落后。我跟你讲哦，当你戴上红色的眼镜，看什么都是红的。那我们最后一题，市长怎么看？今天早上黄珊珊去帮陈志明，时代力量的陈志明平分，是不是代表说现在民众党的策略是要并分小党？没有，我跟你讲哦。黄珊珊是这样的啊，他总是要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啊。我相信他很不只是民众党的，一些无党的，甚至他国民党的，也有他国民党也有好朋友啊。所以他对市长候选人，我倒觉得是 OK 的，因为他就要争取最大多数的支持，是没问题的。可是想请教一下，陈时中早上他说他谈到民调，那他觉得他目前是在一二名，他没有落后，不知道您怎么看他的民调？那看他做哪一家的民调啊？就像民调就嘴贱，哎，你喜欢哪一种民调都可以做给你。那你觉得在周易购事件之后，他有落到第三区吗？那你认为的？你觉得呢？不是、啊，我都那你们就代表民意啊，你们在媒体应该最清楚啊。那你是一个党的主席，您看这一题？啊，我跟你说哦，大家心里有数了，好了，拜拜。谢谢大家。